要不要？要。刚刚送快递的来敲门，什么鬼？怎么还有花呢？是谁送的？倒计时离海王重回大海还有一个礼拜。Hello， 大家好，我是锦金，我已经在上海的酒店隔离过了一半的时间了。今天是第七天，然后还剩七天我就可以出狱了。然后今天我一大早接到了电话，说我有个快递，但是我想我的快递都已经送到了呀，还有什么？后来就有阿姨来敲门，等我打开门的时候看见的就是一束花放在门口。今天收到了一个朋友送给我的花，当当向日葵，然后还有个小卡片，上面写着倒计时离海王重回大海还有一个礼拜。这位朋友是有心了，海王本人是我，小鱼仔们要小心了。朋友建议我，毕竟已经回国了嘛，在酒店隔离无聊的话可以学一学茶艺妆。然后我为什么是茶艺妆？就是绿茶妆，然后他给我发了教程，所以我刚刚按照朋友发给我的那个教程去试了一下，给自己撸了一个茶艺妆。大功告成，这个叫什么？茶艺妆，可还行。我一般平时就是很少化这种又唇又欲的妆，我一般就是那种比较野性的那种欧美的风格，但是好像亚洲审美他们更吃这一套吗？你们觉得好看的话或者不好看的话可以评论留言告诉我。其实之前一直想给你们录一个视频，看一看我隔离酒店的条件，但是因为之前都太累了。我是那天10月21号凌晨1点落地上海，然后下了飞机之后走各种流程啊，办手续，包括做核酸，然后申报猫的资料，申报我封运行李的资料，所有的流程走下来前前后后花了大概有5-6个小时的时间吧。就最后被分配好然后拉到酒店，到酒店的时候已经是早晨7点了，整整折腾了一个晚上。然后到了酒店我就是倒头就睡，那个时候已经是完全精疲力尽，一点力气都没有，就是真的快要昏过去了已经。然后一开始有时差嘛，前一周每天都是醒醒睡睡这样子过来的，现在已经过了一半时间嘛，差不多缓过来了，然后又可以给你们录视频了。所以我今天就给你们来个 room tour， 带你们看一看我隔离酒店的条件，其实还不错的。因为我们所有带了宠物的人都是被分配安排到这个酒店了，一般来说 pet friendly 酒店条件都还可以的吧。现在我就带你们来看一看。进门以后左边是洗手间，这里有一个大水池，还有2面大化妆镜，我还蛮喜欢他们的厕所的，镜子这么大，主要是还有化妆镜。他们一开始进来的时候会给你这一个脸盆的东西，里面有垃圾袋，还有拖鞋，还有纸巾，还有牙刷和肥皂，一些生活用品，还有这个消毒片是用来帮你拉完屎之后
放到马桶里面消毒的。然后左手边这个门打开是厕所，他们用的还是那种加热马桶。然后我把哨子的猫砂盆也放在了厕所。右手边是一个浴室，他们有两个喷头。门的右边有个保险箱和衣柜，哨子又进去了。然后左手边有一面大镜子，在左边是一间储物柜，有一个小冰箱，但是制冷效果真的很不好。我自己放了一些口罩还有药品在这。然后他们一开始会给你一箱矿泉水，大概有多少瓶啊？一二三四，24瓶吗？大概是这样，但是肯定是不够喝的啊！我自己已经买了第二瓶这种大的瓶子。然后因为我自己喝茶嘛，我在淘宝上买了便携的茶壶和一个加热饭盒。因为我一开始倒时差，不是总是会错过他们的饭点嘛，拿到饭菜的时候就已经凉了，所以就是可以用这个来把我的饭菜再热一下再吃。像今天就是这个午饭，我拿到的时候我还刚吃完早饭，完全都不饿，就还没有吃。然后上面呢是朋友一开始给我买的各种零食，就囤了超级多东西，还有冰箱里面就他们每天会送的酸奶还有水果，还有一些朋友给我买的东西。我那些朋友都是把我在当猪养吧，我根本就吃不完这么多东西。然后到了房间里面，这是一个大床，超级大。这个床我自己带的那个床罩我都套不进，床罩太小了，这个床比 king size 还大。然后这边有一个电视，在这边呢是书桌，我每天会在这边工作。然后在窗边是一个沙发，我拿了床单把沙发都包起来了，这样可以干净一点。这个就是朋友今天早上送给我的花。哨子又在挠门了，又要去给他开门，烦死了。这个你到底要在里面还要出来呀？刚刚要进去，现在又要出来了。好，我继续给你们看，我来看一下窗外的景象，和那个纽约 Long Island City 我原来住的地方还蛮像的，都是高楼，对面还有在建的 building， 但是国内的天空就真的没有美国那么蓝。说这句话求喷子不要喷我，但这是事实。沙发旁边还有个落地灯，那些是我的行李。沙子又在吃。好了，就已经给你们都看光了。酒店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啦，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因为我之前听说很多来上海隔离的人，他们被分到的酒店条件都很差，他们叫我做好心理准备。还有朋友说他们这14天几乎就是没吃没睡，但我觉得我还算是幸运的。这张东西是刚到酒店的时候他们给你发的，刚进房的时候要先扫这个二维码去填报你的各种资料，然后之后他们就是整理好之后给你发纸质的让你签名。第二页就是承诺书，房间每日消毒告知书，它写着会有人每天进行消毒，但没有人进来，他们只有在门口消毒，你们自己消毒一下。还有告知书、健康提示，还有服务电话，酒店的服务电话跟防疫中心的服务电话分开的。然后写着快递外卖的配送时间，然后就是这些注意事项。然后最后一张是解除隔离通知单，我会在11月4号5:30解除隔离。这么早解除隔离，不知道他们能不能让我中午退房。
然后酒店的房费是400一天，伙食费是80一天，然后因为我有宠物嘛，猫是100天，狗是200一天，一共是8120在那个入住的时候就要付的。如果说当时没有这么多钱，可以到房间之后再扫他们这个二维码去支付，然后所有东西都是如果要跟酒店买的都是用这个支付，像那个矿泉水他给的那些都喝完之后就是2块钱一瓶，也是从这里就额外购买。防疫人员每天会来给你测2次体温，第一次是早上9点钟左右，第二次是下午1点钟左右。对，然后就是住在酒店大概快要出隔离的时候还会有一次核酸检测，那次是自费的，在你登记入住的时候就交了那个费用，120人民币一次。然后一日三餐他会准时送来放到门口的小板凳上，早餐是在8点钟，午餐是在12点钟，晚餐是在5点钟。然后这个酒店也可以收外卖和快递，但是他每天也只有3个时间给你分发，9点钟之前送到的他就9点给你分发，12点钟之前送到的他就12点给你分发，然后5点钟之前送到的他就5点给你分发，如果说5点之后送到的然后就要第二天早晨9点钟才给你分发了。但是他不让烟酒进来，我第一天的时候就有朋友给我叫了3大瓶红酒，然后就被前台扣了，他让我退房的时候再去拿，当时还跟他 argue 了一下，然后惊动了公安，前台就直接让公安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说，公安跟我说烟酒属于易燃易爆物品，特别是酒，然后疫情期间隔离酒店的话如果出事了他们就消防人员很难处理，然后就不让烟酒送进来。但是小天才永远是有办法的。 Round one. 真的这种酒店隔离的破规定把人逼成特工，我早上自己叫了个外卖，然后藏了烟酒在里面，然后烟还是让老板帮我带的，打他支付宝，然后让他帮我藏一下，然后老板说他帮我藏在一个盒子里，他们不会打开，然后你们猜烟在哪里？在这个鱿鱼，小鱿鱼的盒子里面。绝了，这个老板也是十分用心。还买了很小很小一瓶的野哥，这完全不会被发现。Double kill。但是这瓶的 real就像饮料一样，他们应该也就不管。Triple kill。终于有酒喝了。Round two。猜猜我今天又收到了什么？当当，3瓶维他柠檬茶，这个不是一般的柠檬茶哦，其实这个是酒哦，是我买的红酒哦，智利进口什么，哇哦，酒。然后现在来拆个箱，哦哟，这个包装很棒的呀，哎呦。No， 一瓶两瓶 No， 这两瓶酒。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酒它不可以直接寄进去，因为前台会拦下，所以我现在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招。一步两步，一步两步，像魔鬼的步伐，像魔鬼的步伐，摩擦摩擦。我回来了，他还先买了这些饮料先把他们喝完。讲讲讲讲，两瓶大麻茶。因为酒店不是不让烟酒进来吗，然后我朋友他就想了办法，先自己买了红酒，然后灌装到这种瓶子里面，然后再寄过来。但是上海最近世博会还是什么的不让液体进来，然后他还找了熟人帮他寄的。
太努力了，简直感人。我有红酒喝了，终于。然后一开始有时差嘛，前一周每天都是醒醒睡睡这样子过来的，就睡两三个小时，醒两三个小时，然后再继续睡，就睡了吃，吃了睡。傻子，棒棒哒，傻子。傻子，我的天哪！我一觉醒来已经被朋友各种投喂，只有那两份饭是酒店的，别的东西都是朋友帮我买的，还有拖鞋，还有玩具。我很困，但是好像睡不着了，但是一直打哈欠。今天是我在隔离酒店的第二天，今天七点多就醒了，昨晚凌晨四点才睡，就后来就睡不着了，然后现在在等早饭，现在再过十几分钟他就会送来了。我昨天到酒店以后就太累了，路上折腾了那么久，然后我就后来昨天早晨十点多睡，睡到下午七点，等我醒来之后，朋友已经给我买了很多东西给我送来，然后酒店的中餐跟晚餐我都没有拿到，等我拿到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是冷的，所以我现在想等早饭可以吃到一顿热乎的饭。昨晚在逛淘宝发现了一款神器加热饭盒，就觉得是我现在的刚需，立马下单买了一个，等他送来了我就可以不再吃冷菜冷饭了。傻子来了，傻子。刚刚拿到了早饭，然后我正在洗脸刷牙。哇，今天的隔离餐竟然有鱼耶，第一次吃隔离餐的盒饭，因为之前我都在吃朋友给我点的外卖。天哪，我的朋友怎么这么爱我呢，给我点了小龙虾还有这么多水果，天哪，我一个人怎么吃得下。
贴着我脸睡的傻子猪猪。睡醒了吗，宝宝？12 o'clock midnight. In the night, you wake me up when the sun goes down. Feelings right, you wake me up when the sun goes down. Sleepless nights, you wake me up when the sun goes down. I can't help it, baby, not myself when the sun goes down.今天早餐还有油条，太幸福了。我真的每天最期待的一顿饭就是早餐，因为太久没有吃到过传统的中式早餐了。我朋友很贴心的给我寄了他们家的咖啡，万能咖啡会导致适度上瘾， slogan 也是很上头。然后这两个是挂耳咖啡，这两个是冻干粉，还有他们家的万大强表情包，是我们另外一个朋友画的。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还蛮可爱的，就很像作者本人。我觉得他们家是我目前知道在国内做精品咖啡比较好的，因为其实我一直有见证他们有在纽约那边到处跑烘焙学校去学习，然后回国之后又是全国各地的去调查咖啡豆，最后就是他们才把这个品牌弄出来，还是蛮推荐大家去买来尝一尝的。终于收到了我的加热饭盒，可以不用再用水壶热食物了。给你们看一下里面长什么样，里面有两个碗，一个大碗一个小碗，然后下面是加水的地方，食物放在碗里之后就把盖子盖上，然后插上电以后就可以开始加热啦。我刚刚第一次用加热饭盒去把今天的晚餐热了，终于吃上了热腾腾的米饭。我朋友又是给我买这么多吃的，两杯关东煮还有一大袋零食，简直在把我当猪喂吧。然后酒店不是不让带酒进来吗，他就买了这么多零食，在里面藏了一瓶酒 Real 微醺，买了一个超级精致的茶杯，今天到了终于有杯子可以泡茶喝了。怎么回事啊你？在挑战开各种门吗？你要进去啊？进去就别出来。Thank you.
刚刚突然来敲门，然后开门就是直接做了核酸检测，这是第四次核酸检测，就是在酒店住到一半之后他还会再来一次，我之前已经做了三次了，但今天的这个核酸检测就真的感受到了酸爽。因为其实之前那几次我都觉得还 OK， 就是他们医生都很温柔，就没有说像网上说的那么夸张很难受什么的，我就没有觉得。在美国做的两次都还算温柔的，然后下飞机时候做的那次也还蛮温柔的，是一个男医生，但今天有一个女医生过来，然后她又很矮，比我矮很多，然后开了门之后她就直接问叫什么名字，我告诉她名字，她说好做核酸检测，然后就直接3秒钟之内就进来，完全没有做好准备，然后这次就是挺酸爽的。今天是我隔离的最后一天啦，好困啊，每天早上都是9点钟被他们敲门量体温给吵醒，然后就睡不着，但是其实又很困，我都困得流眼泪了。明天早上8点钟我就要出隔离了，宝宝，明天我们就要出隔离啦，你兴奋吗？今天刚把回国倒计时的 vlog 给剪完上传，这是我今天晚上吃剩的饭菜，然后我又要开始收拾行李啦。哎，哨子的脚印好可爱。住了14天以后，已经有超多东西了。现在是我在隔离酒店的最后一晚，我突然心情又有点恍惚。其实我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反应过来，我已经在国内了。从美国回来下了飞机之后，就一直被安排，然后都是待在室内，跟就是在纽约居家隔离的时候差不多。想到我明天就要出去了，我都没有 ready。我没有 ready 去见这片大海，有点紧张，明天就要见到真正的祖国了，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很快的适应祖国的环境。晚安啦，明天见。Tomorrow. Money 也从那里带回来。是的呀。Later.
子，你还认识他一个吗？